赵小姐，这是救你的人吧？看来你在别人心里还挺重要。 你心里着急，我能理解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，啊？你就这么出去救人，你万一出了事儿，任务怎么完成？我要去替代萧九川啊！你替代萧九川？你具备我这条件吗？哎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盛来哥，我没想明白啊。 你是不是当那个萧九川时间长了，然后对那个赵白露真有啥想法了？你胡说八道！你小子狗嘴里头不是象牙的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心里就是有鬼。我听说了你假扮萧九川的时候，杜家拉着你去跟赵白露提亲，要纳他为妾，人家赵小姐可没不同意啊。啊，这都哪跟哪啊？这是啊，我这不冤枉吗？我这不是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国难当头，你们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？ 石山来，你救人的行为是否得当，我先不说。就你这样，鲁莽、冲动、个人英雄主义，你哪一点配当一个新四军战士？哎，我不配，我老早就说了，我不配。行，明儿我就走，我回我的兵工厂。说什么呢你？你走，你往哪儿走？你知道你是九死一生，捡回一条命，大家多不容易啊。 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特简单，你就告诉我，他是怎么丢的。
是什么关系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什么是什么。你要干嘛？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毙了我？我没那能耐。出来。不怕我处决你啊？我那是气话。气话，一个大男人还生气呢？没。我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是领导，你先说。我就是想说，就是想跟你说，我刚才说话有点重了。你出生入死我知道，可我是怕你出事，你也应该知道。我更知道。呀，你就放心吧。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有的时候吧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那你也得控制。小郭的死真的吓着我了，就特别害怕我身边的人再有什么事儿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够谨慎点。你别哭行吗？我没哭。风大，吹他。你放心，我的外号叫石大胆儿，我有九条命。那你也不能这样。你知道你这么鲁莽，很容易出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这一路，你冒充萧九川。又跟着我一块打了几次硬仗，你就是命大活过来了，所以我就更怕你冒失，我就更怕你出事儿。怎么回意思？这回也是风大吹的？嗯。你就放心吧，啊，今后有什么事情，我随时向你汇报，好。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我最受不了就是你哭。我没哭。司令，刚才您为什么不提是谁劫的车呀？你以为能问得出来吗？属下不明白。谁劫的车，你我心里不清楚吧？我们只是知道，这个赵白露在他心里重要不重要就是了。等着吧。过不了多久，这个赵家千金就能给我变出真金白银来，你信吗？司令英明。你救人是好事。
听见没？嘘。我觉得呀，这孩子是咱们家的福气。你看啊，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你也能老老实实在家陪我了，多好呀。现在也就是你耳里哭了点，自己被免职不说，心爱的赵小姐还被抓了，哎，真是世事无常啊。这跟这孩子有什么关系？嗯，我问你，赵白露被抓，你就没点担心？他抓不抓的，我担心什么呀？我说你这个提上裤子不认账的东西，人家差点给你当了妾，如今遇了难，你连一点恩情都不讲。哎，他什么时候要给我当过妾呀？啊？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当初要不是你装大尾巴狼，道貌岸然的说啥坚决不成，啥名门闺秀不能给人家当妾，说不定现在你俩还在一起滚热被窝呢，后悔了吧？哎，你除了滚被窝，你还会什么呀？你行了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你呀，就是害怕你弟弟。我怕他什么呀？嗯，别看人家小好方式输出，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老爷子心里最得意的就是他萧鹤峰，你在他心里就是个屁。你才是个屁，狗臭屁！你，告诉你哈，以后少在这跟我胡说八道，少在这给我放屁！你这个死鬼！赵老弟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如实的跟我讲，白露跟新四军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白露毕业之后一直在医院做实习医生，前段时间我还准备给他开一间诊所，他怎么可能和新四军有联系呢？我也希望是这样，不过黄国良在光天化日之下抓走了赵白露，是有蹊跷，还是等等再说吧。哎呀，老爷老爷，不能等，不能再等了，再等这白露就性命攸关了。哎呀，老爷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黄国良是别有用心。你想一想，咱们两家的关系，这黄国良不会不知道啊。他抓白露，就是威胁和恫吓你们萧家。我们萧家跟黄国良无怨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呢？哎，老爷。这黄国良想要什么东西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当初盘霄山上的宝藏。赵老弟，我记得盘霄山上的宝藏也有你。
今天无论如何，我要把白鹿带回来。你要是敢去，老子我现在就崩了你！你每天必须给你娘上香磕头。何方明白？报告，司令，萧宗海求见。哼，那个老狐狸终于坐不住了。叫他进来。是。请。先生来了。哎呀，您跟我说一声，我派车去接你啊。哎呀，黄司令客气了，您如今监护着护卫龙城的重任，老朽怎么敢劳动黄司令大驾呢？先生客气了，请坐。上茶。是。先生，这个日本人轰炸香港了，幸亏您回来的早啊，要不然夫人担心死了。是啊，您坐太平犬，不坐乱世人嘛。诚哉私言。天下都乱，还是回来的好啊！对对对对，还是回来的好。先生，这个春天的猴魁，您尝尝。好。啊，这个泡猴魁呀，最讲究的是个火候。学生一直牢记先生的教导。水温太高，茶汤过浓；水温低了，又逼不出茶香。所言极是啊，可如今教导二字
老朽是不敢当。您是如今的一方诸侯啊！好了，我们闲话说的不少了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是有要事求助于黄司令。先生客气了，咱们之间千万别用这个求字啊！如果我能做到，您尽管开口，我去办。好，黄司令真是爽快，老朽佩服。老爷，哎。听说黄司令昨天抓了个女孩子，啊，先生是为了赵家小姐而来啊。黄司令你是知道的，赵家和我萧家那是多年的老相识了啊。我希望黄司令今天给萧某个薄面，放赵家小姐回家。当然喽，我也知道黄司令不会无缘无故的抓人啊，可是一个女孩子家，她能犯什么错呢？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呀！啊，先生，这还真不是误会。我跟您说吧，这个赵白露跟新四军私下有联系，我把她抓来是协助的。但是先生，如果您昨天来，我马上就可以让您走。可是今天，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儿了，我实在是难办。哦，既然黄司令有难处，哎，老朽啊，唐突了。哎，先生，您从来没有跟我开过口，所以说。这件事无论如何我也得替您办。行，这事儿我担了，如果日本人怪罪下来，我跟他们解释。好，黄司令有担当，老朽佩服。我这就回去通知赵家老弟在家等他的女儿。先生，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。好，请讲。贺峰前几天犯了点小错，我给他撤职了。但是现在想起来，这年轻人犯点小错在所难免。我现在又急需用人，所以我准备从今天开始给他官复原职，您看如何？老爷，这姓黄的同意放人了。
出来一个，进去一个。进去一个，谁呀？老二，黄国良让他回去复职。那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，黄国良是要把他当做人质。 给他松绑。怎么，这么快就要给我处决了？赵小姐已经过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黄国良放了我。怎么，你还想赖在这儿不成吗？不明不白的把我抓进来。 又不明不白的把我放了，我真不知道你们司令在想些什么。赵小姐，这件事情，黄司令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是不会随随便便抓人的。要不是萧家老爷子说情，恐怕你的麻烦可就大了。萧宗海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这你得问萧家呀。不过赵小姐。 我可要给你提个醒儿，以后交朋友的时候啊，要慎重。请吧，肖队长，官复原职，可喜可贺呀。谢谢啊，不过我今天就是来接赵白露回家的。 司令说让你先好好休息，随时上任。帮我谢谢司令。司令的好意，贺峰改日亲自来谢。好，请吧。 什么？赵白露放出来了？你确定？确定。
听那个孙德军说，萧鹤峰马上重新上任了。什么？他奶奶的，这官还让他给当回去了？哎呀，这都怪我烧昏那一条崩的。行了，在没有新的消息之前，谁都不许轻举妄动。干什么去？我去趟萧家。不行，萧家危险，你不能去。哎呀，你懂啥呀？你让石太和把话说完。赵白露为什么这么快放出来？而且黄国良是轻易放人的人吗？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事儿。我怎么总觉得你是关心赵白露呢？哎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虽说赵白露的身份现在还没有明确，但是他几次救了我们的人，就从这一点我敢断定他不是黄国良的人，因此我更得去萧家探探风。注意安全啊。往后啊，你可再也不能这样任性了，大事小情都要听爸爸的。萧家，我会登门拜谢的。我知道了，爹。这就对了，这也显示咱们家的诚意。到时候啊，我带着你去提亲。这个，哎呀，是，这女方家主动提亲呢，这脸上是不好看，不过这兵荒马乱的也顾不上了。我不嫁给萧何峰。喜不喜欢由不得你。这要不是萧家，我看你早就死在大狱里面了。黄国良能把我放出来，绝对不是看在以前萧家的情面上。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简直是胡说，越说越不像话。人萧家对咱们有恩，咱们就应该报答。你说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咱们不靠萧家能靠谁啊？就连南京的汪主席都投靠了日本人了，没靠山能行吗？反正我不嫁。嫁不嫁由不得你，我现在还没死，我说了算。白露啊，你就听爸一声劝吧。这事儿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等你休息好了，跟我一起去。我不去。老爷，咱们昨天商量的事情，我已经连夜办妥了。这可是我们赵家所有的家当了，就送给大哥大嫂，你们的恩德我赵某人是没齿难忘啊。哎呀，赵老弟，你这话说的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。白露啊，我们拿她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，我们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赵老弟，秀娘说的对呀，我看这些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，你这么做反倒伤了咱们两家的情分呢。老爷，是使不得，千万使不得呀。这如果大哥大嫂实在不愿意收的话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就作为小女的嫁妆。贺峰对赵小姐的感情，那不必多说了。想必白露对这段婚姻，那也是满心欢喜吧。
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？辛亥革命都30年了，这种事不得讲究个你情我愿吗？好，咱就算赵老爷子愿意这事儿，但是人家白露不同意呀。那你说这门婚事，他还算数吗？萧九川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哎，怎么着？仗着咱爹给你送那大礼，官复原职了，跟我两个吹胡瞪眼了？吹胡子瞪眼？我还敢当着咱爹的面拿你第一个开刀呢，你信吗？那哈，跟我两个来横的是吧？啊，那行啊，我给你来个流氓的，完事了。哈哈，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来啊，来，我这就毙了你！来来，你看我住手！滚出去！